2017全新网站，恩福网站新面貌，连结面向世界的平台，更流畅，更快捷，将恩福带到世界每个角落。设立恩福频道，不同的专题、讲座、聚会，随时可以重温。夫妻结婚的初期，他们延续着拍拖时期那种的浪漫和激情。读经、灵修，还可以和弟兄姊妹分享代祷。各个堂子聚会的时间，团契资讯，不同部门的活动，透过简单的设定就可以同步在手机里面了如指掌。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打开圣经，聆听神的话语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。以法莲山区有一个拉玛的所非人，名叫以利加拿，欢迎随时浏览。